竟然跟踪我！我才不会用那种勾当。本来是要找盛伦一起回凌云讨论联姻的事情，结果又让我看到你这么下作。哼！你这个弟弟，还是毫不知礼数。玉辰，你不是回宣阳了吗？本来是要回去的，结果走到半路上，放心不下，想回来看一看，结果呢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 从现在开始，我护送你回凌云。我知道帝音容不下我，没想到，他却几次三番的想置我于死地。可能回到凌云会好一些，毕竟他碍于凌云王的面子，不敢太明目张胆的害你。但愿如此吧。不过说来可笑，离家越来越近，反而要越来越小心翼翼、胆战心惊。寻常百姓都以为生于一个部落首领之家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 却不知身在其中，要抵御多少凶险才能活下去？人情如纸，现在连这薄薄的纸都要捅破。唉，举目四望，全是狼子野心，血肉模糊。我已感同身受。不过，我有一个宗旨，就是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还是要尽力而为。没准我跟你一样，被自己的家人害，死在你前头了呢。 走吧。你如果下山以后无聊的话呢，可以去帮百姓们多做点善事。 说不定玉夫人一高兴，就会提前给我解除禁制了。阿莫，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去做好多好多善事，早日见到你，让玉夫人提早放你出来。 或许，姐姐，父王，姐姐回来了，见到姐姐。 姐姐添麻烦了，以后姐姐不用担心我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活了。哦，玉山的桃花，姐姐给你带回来了。 Thank you.
姐，你们俩回来。父王，你们的大姐和卫星感情最深，她一下很难接受，让她一个人待一会儿吧。你们俩去和你们的小妹道个别。 臣参见父王。起来说话。儿臣从于渊匆匆赶回，是有关足运之大事要禀报父王。你说来听听。此番蟠桃盛宴，大哥盛伦得知河图洛书的下落，却不顾凌云的安危与前途，把河图洛书的所在之地公之于众，引发各族争夺。我凌云先机全失，看来是得不到这河图洛书了。盛伦身为凌云王子。 竟做出这等废国伤己的事情来，真是大逆不道！父王，宣阳大王子宣阳玉臣与大哥盛伦来访，共商两族联姻之事。是。 父王，那河图洛书的事。 此事稍后再说，眼下最重要的是，是我凌云和宣阳的联姻之事。是。宣阳玉臣，盛伦，拜见凌云王。快起来吧。
此次我奉父王之命前来商讨宣扬与凌云之间的联姻细节，啊，玉臣殿下亲自前来，足以证明你们的诚意。请转告宣扬王，联姻之礼均以宣扬礼节为准，以示我凌云对宣扬王的敬重。一定。简佑，待玉臣殿下去偏殿休息。 大王子，这便请。圣伦，你在外多年，本王见你风姿依旧，甚是欣慰。这些年你游历四方，可有什么见解啊？这些年我游历各地，却有三条计策进言。 还请父王指教。好，你且说说。其一，为解决凌云水患，可将江水引流，开沟凿渠，堵水修坝。其二，可实行轮兵制，让各部的百姓轮流当兵，不当值的那几部，可休养生息。其三，他日迎娶宣阳王姬之后，可派人去宣阳学习养蚕纺织之法。 百姓也可得以谋生之计，全族上下的衣着仪容也可大大提升。此三条计策甚佳，这关乎到族内的治理，更关乎到百姓的福祉。足见，你是高瞻远瞩，体察入微，实在是我凌云族之幸啊！圣伦，你之前就是青龙部的首领，今日起。 恢复原职，谢父王。王姬，不好了，那个赤云和玉夫人在外边打起来了，你快去劝劝他们吧。什么？ 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今天，要么就让我见阿木，要么就杀了我。我看你不仅野蛮，还是个无赖。既然你那么不识趣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 只是一时冲动而已，这手下留情。阿嬷。
你终于出来了，这么痴情，这么想见面，我偏不如你愿。还有我的思念，一寸多，一年多。你傻呀，快走啊，走啊！贪图尘世中，爱偏开在迷途。跟我进去。公至宝，绝不许你离开半步。我玉山本是一片净地，岂容你们两个胡来？不要再浪费口舌了，快回凹凸馆去吧。玉夫人，你若是不答应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受伤了，他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伤势肯定会更严重的。那是他咎由自取，我不杀他，已经是给足了你和玄牧王的面子。玉夫人，你也敢劝我？看之前，繁华开落多少遍。世间爱纠结，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既然您不肯答应，那我就和赤云一起死在玉山。求你放了世云吧，我求你了。
罢了。赤云，我可以破例给你一天时间在玉山疗伤，你若是同意便可以进来，不过你记住了，只有一天时间，如果你一天之后不离开，我就要你一起受罚，到时候别怪我不讲情面。谢谢于夫人。芷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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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死，芷云。我没事。芷云，芷云。赤云，你的伤势怎么样了？嗯，哎呀，好像一点都不痛了，完全好了。阿莫，嗯，你不是说在这个玉山上有很多人陪你吗？结果也还是这般冷冷清清的，你不感觉孤单吗？说的好像你有很多人陪似的。你在外面不也一个人跑来跑去的吗？你不孤单吗？孤单啊，不过我孤单不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，而是因为你不在我身边，所以我才感觉孤单。阿莫，我好想你。你真的打了很多很多的怪兽吗？是啊。其实我真的没想到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你竟然会当真。娘子的话我当然要当真了。对了，我给你带了一个礼物。这是风铃啊。嗯，我用山怪的牙齿做的，打磨了好久呢。真好听。送给你的。你就是为了来送风铃给我？是啊。那你和玉夫人大打了一仗，还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值得吗？为什么不值得？为了你，这点小伤又算什么？只要能够见到你，让你高兴，做什么都值得。谢谢你啊，赤云。
阿莫，虽然你的名字叫阿莫，但是我答应你，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让你寂寞了。志云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？是我害你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受了那么重的伤。只要能像现在这样抱着你，吃再多的苦，受再多的伤，也都值得。只要你不伤我的心。志云。你为什么喜欢我？喜欢你还需要有理由吗？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对你更好。那么我答应你，这辈子我要用我的生命去爱你。玉夫人，赤云走了吗？回玉夫人已经走了，倒不是婆婆妈妈之人。阿莫呢？送走赤云之后，就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。您要不要去看看他？我又不是他娘亲，让他一个人待着吧。过几天应该就没事了。你也不许去看他。是，玉夫人。大人最近可有听闻玉山之事？巨泽，你指的可是河图洛书？听说河图洛书即将出世，各族人马齐聚于渊，不过却没有任何的结果。哎，大人，我说的可不是河图洛书，毕竟这个东西从未有人得到过，而且太过于虚无缥缈。我说的是赤云。赤云，嗯，我和兴王聊过这件事。这一次他在大荒英雄榜得到第二名，可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是啊，这次为了河图洛书，可是连圣伦、玉尘、帝音这样的绝世高手都已经出马了。那赤云能在这些人当中获得第二名，绝对不可小觑啊。哼，虽然是出乎我的意料，不过你也别高看他。我想这一次圣伦和玉尘一定是私底下和他达成了协议，在比试当中手下留情，这才让赤云捡了个大便宜。哎，不管怎么样，他现在深得玄穆王的信任，当代玄穆王年事已高，且只有皓许殿下一位王子。本来以浩许的性格，登基以后肯定会倚重咱们这些大臣。可据说他现在和赤云亲如兄弟，如此下去，以后恐怕就未必有咱们的一席之地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赤云这个人不得不防啊。嗯，好。那我就找个机会
掂掂他的分量。阿碧，加油！没关系，阿碧，你可以的，加油！你可以飞得再高一点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廖若，阿木跟你年轻时多像，只可惜你当年却那般执着的要选择那个人。现在你快乐吗？你听说了吗？隔壁下河村被一只怪鸟都给烧光了，死了好多人呢。当然听说了，而且那只怪鸟还霸占了下河村，现在周围村里的人都不敢去那儿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怪鸟那么厉害。听说那鸟会喷火，一口火就能烧掉一个村子，谁敢惹它呀？阿碧，饿不饿啊？要不要吃蟠桃？来，阿碧过来，过来嘛。赤云，你怎么来了？嘘，我可是偷跑进来的。偷跑进来的？你这次如果再被玉夫人发现的话，她肯定饶不了你。放心吧，没人看到我。走，我带你去看样东西。什么呀？你带我看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你这样会被玉夫人看到的。这是狼鸟。阿木果然好见识，没错，就是狼鸟。可素闻狼鸟体态优美，声音动听，性格温顺，可为何这只狼鸟竟是这般模样？那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是狼鸟，而是当做一只凤凰，所以拼命发出凤凰般的鸣叫，就变得这么难听。其实这只狼鸟也算是出身名门，凤凰每500年才下一次蛋，不知道为什么一颗狼鸟蛋就落在了凤凰的巢中。机缘巧合，那只凤凰蛋不见了，他们就把这只狼鸟蛋当作自己的儿女孵化，抚养长大。结果长大了以后，这只狼鸟发现自己跟其他的兄弟姐妹长得不太一样，于是就拼命学着凤凰的鸣叫，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性情高傲，难以驯服。你可以驾驭百兽，竟然驯服不了这只狼鸟？这只狼鸟的性子实在是太过刚烈，居然把整个村庄都烧毁了。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它捉了来。当时想着，若是杀了它，真是可怜了他那对凤凰父母，估计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儿子不像他们。但是他们为了帮助儿子，居然不惜牺牲自己，把自己的百年内丹喂给了狼鸟。可是他倒好，到处行凶作恶。那你把他带来玉山做什么？我要把他送给你啊，只要你能够驯服他，你就可以让他给我们送信。他可比蝴蝶的速度快多了，而且他的灵力修为也不错，我不在的时候
他可以保护你。你想的倒还挺周到的嘛。但是你怎么知道我就能驯服他呢？嗯，你这么聪明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百里城火灵充足，乃是凌云与宣阳的交界。你们都给我让开！我要见景师将军。你是何人？不得擅自入内。何事如此吵闹啊？启禀将军，有一女子擅闯军营，被我们拦下。只是那女子说，与将军乃是旧识，无论如何都要见将军一面。你们给我住手！究竟发生何事？你是不是真的要跟宣阳王集体婚了？是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安排你住下，明天差人送你回去。来一杯。怎么会有两个阿莫？什么两个阿莫啊？你不会是喝醉了吧？嗯，我喝多了，不能再喝了，喝多就睡着了，睡着了就看不见你了。唉，我还以为你很能喝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醉了，看来是我高估你了，太没趣了。嗯，谁说的？我当然很能喝了，干。嗯，干。继续。也期待明天，也想要握紧眼前。我的爱该怎么去书写？志云，别装了。志云，志云，志云，阿嬷，我好想你。我好想好想永远跟你在一起，永远永远。我满目晃动的朝霞是送给你的涂鸦。志云，对不起，我逼不得已只能如此。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离开玉山，离开我，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你免受玉夫人的责罚。你为了我已经受了太多的苦，我知道分别让你难过，让你痛苦，但你若是再留在这里的话，会因此受更多的苦。所以志云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三年后的蟠桃宴我在玉山等你。
初见若缱绻誓言，风吹云舒卷岁月间，问今夕又何年，心有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今年，弹指间繁华开落多少遍，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，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，有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缘，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。